合体发现妙龄女尸，无身份证明，高加樱花手链辨识度高，警方呼吁民众止。来，报告。人心把有这条樱花手链，贵姓你的时阵送给恁姊妹啊？然后靠接电话。你要靠谁？就靠龙啊！靠好因从啥？靠好严胜元。这条报道是因报的啊，一定有迄个女尸，只是唔敢公开，叫严胜元把相片传给咱。你是做新闻的，又果是总监，手机啊，哪会关机？你是调岗的，要若无，咱去电视台找伊。爸，我感觉妈讲的有道理，严胜元的工课，哪有可能稳准伊把手机啊关机？就算你去找伊，嘛可能找无伊。大姐。这条新闻写到够二姐有够像的呢，你无去甲严顺问清楚，哪会用的啦？就算你即马搁咧受气二姐，嘛袂当无关心二姐的死活啊。是啦，你伫甲我念的时阵，我一直伫咧感觉人生有安怎无？我感觉人生无代志。你是感觉人心无大事，还是感觉袂对？我感觉人心真安全。爸，你昨昏不是讲张家良的太太有伫个电视台看到人心？照迄新闻的时间看起来，迄个尸体是伫个昨昏正前就落水，安尼时间倒袂起来啊！我感觉绝对不是人心。我是袂放心啦。我要去电视台等你一下，秀莲，坐下来。好。仁美，你无要去哦？我先来去店内看卖，恁先去，有啥物状况随甲我讲。好的。林正，有人要找你啊！严胜远，啊，手机还在你身躯边，我爸卡十几通电话给你呢，啊，你拢要接，你是啥物意思啊？小鹏，你先去无用啦，我无闲咧，场人甲场嗯来找我，我一个花啊，有在讲。哦，好。对啊，找有啥物代志，还是有啥物白天斗啥工的？讲话是袂晓看人哦。无名女尸樱花手链的新闻是恁报的，跟人心有啥关系？你喜欢怎偏接我电话？阿姐，我咧上班呢，我手无闲的，来当接电话啊。而且我是娱乐新闻的总监，社会新闻我无咧看。啥物无名女尸樱花手链，我哪会知啦？你应该去找警方啊，还是殡仪馆？找我要创啥？啊，我袂记得啊。恁是仁心的姨丈甲阿姨，不是直系亲属啊。去找警方，警方嘛袂查恁。严胜元，你是啥物时阵伫个电视台拄到仁心的？伊的状况安怎？阿姨，你哪遮厉害？你也知影我有对人心啊，啊！你想要看伊最后的身影？你想我袂讲啥？是的啦，我讲唔对啊。
你有想要看人心男主林夕演完的演出无？我个几乎是真心意爱，应该退出的人是你。你心专问好无？你哪会当对我这么残忍？向安排啊，是不是你啊？哦，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兼制作人。对啊，是我安排。爸，爸，你是布料小外甥，你跳过也还有人性，可能先吹杯，你算什么十步囝啊？我先生，我今日一直在甲人讲，我的办公室有做一监视器。现在动手给我拍，在你离开这栋大楼之前，你拍我的影片，就全台湾都看得到啊！安怎阿姐？你试看卖做只网？安尼鸟，我要拍。你安尼做网红可能无法度，你应该动手给我拍，免得互人漏收。啊！恁全家伙啊，所有代志拢来学出来，安尼无论是人心或是人美，拢会做出名。这是你找到人心上好的办法，因为所有网民都会帮恁倒吹，他也恁来吹我，也是得出来着。阿姐啊，带领咱过去的关系这么好，不愿意牺牲。来，好啊。来，好啊！好啊！气死我！你要安尼？爸妈，我拄才去警察局问过啊，那个无名女士根本就无啥物樱花手链。我若无约唔对，伊就是严胜元跳过要去加咱。而且，迄个无名女尸的死亡时间已经三天啊，我较无可能是咱家的聋哑人士。严胜元，啊你是超工要创敌王国家伙啊？那会这么紧就互恁抓到，不好玩呢。你，喵！严胜元，你真正变啊！变到我一点仔都无熟悉，你不是已经无交叉啦？你是安怎搁要交我熟悉？你不是拢爱我负起责任，啊为着我的责任，我即摆咧好好工作啊。安尼真好，以后我负责任。爸妈停药，咱来走。我的责任不是张子婷，搁有伊巴肚内底个。爸爸，讲的是真的啦。拄听到的时阵，请伊我。啊！你目睭闭啊！到底是要创啥？竟给我恭喜啊！唉，是恁的查某囝，你的小妹人心做我的媒人，我才有这个机会会当负起责任。但这个囡仔出事了。我一定会倾心送红蛋和油饭去，若是查甫的，会多加一鸡腿。恭喜你，妈妈听哟，咱来走。
多谢你之前对我这么好，我跟你保证，从小汉跟你相识，一直到大汉跟你重逢，是我一世人上最的记忆。以后，咱可以当做朋友。我严胜元送出去的物件，会搁收倒转来。就来你家，孩子，高仁美，我把金点金想要收咱一段感情，我啥物拢要做动，我拢无想要放弃。啊，不过最后我互陷害，你煞对了站我一脚。我总算了解啊，愿意付出真心的人才是上戆的。在这个世间，只有自己上重要。以后我绝对袂阁付出真心，干那对我有利的，才给他我追求。讲无来找严胜元，伊即摆攻击性足强的，愈接近伊，伊只会愈偏激。我甚至怀疑，迄樱花手链是超过伊放出来的消息，连假的新闻伊都敢做啊，阁有啥物唔敢？大姐，所以你介意？我甲严胜元无可能啊！莫讲伊甲张子晴有囡仔，就算无，我嘛无可能回头啊！我只是了解严小姐。同款是受到伤害的人，有的人会选择重新站起来，有的人会选择沉溺在痛苦当中。伤害别人得到暂时的满足，其实是让自己加痛苦的。像我即马，我无想要阁继续受到伤害，所以我要保护家己。我无想要伫个未来继续活伫个痛苦的情绪当中。所以我就爱保护我爱的，甲爱我。嘛会当了解你即摆心情。你甲你妈同款，拢真坚强。我较知，我阁有你这个查某囝伫我的身边。是我好命，有这么疼惜我的爸爸妈妈。我先倒去店面，你今日去好困。你别想骗我。